太棒了，太古里真的是好热闹啊，我就觉得好像都是那种年轻人的聚集地。本来我是走里面路过来这家店的，结果在里面就受了那么大的刺激。你们如果见到美女受刺激了，是不是回家减肥？有几个像我这样的，受刺激就使劲吃，自己心里得到安慰就够了，不用活在别人的眼光下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